少次等待梦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也曾感到彷徨，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也曾在迷茫中成长，遭你的践踏，未婚妻还能过着屈辱的生活，父亲被你害得活活饿死，就是那个被你出卖和欺骗的人，哎，他蒙汤害死。
需要宽恕。祝贺你们啊！祝贺你们啊！非常好啊，蒙宁啊，非常好，真不错。刚才我跟你们的系主任和表演老师商量了一下，咱们这个戏就决定由你来演主演。哇，真的！谢谢丁老师。还有啊，啊，秦兵，关海啊，关海，你们两个塑造的海盗也非常成功。还是要注意一点啊，在走内再用心一点，交流再深一点。好吧，好，海盗也就这么定了。好，谢谢丁导。好，非常好啊。恭喜你！恭喜你！你那个演的太好了。哎呦，行了啊，好，我挂了啊。哎，放下。财神爷给的。你怎么什么钱都捡？幸运钢镚儿呀，字儿。你跟我回家，咱们衣锦还乡，丰衣足食，关上门窗，演绎我们的小城故事。花儿，咱就赌一把，直奔北上广，揭竿而起。我拿青春赌明天，咱们潇洒走一回。行，字儿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跟你走。花儿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钢镚儿决定命，太儿戏了。怎么那么没有出息？上车。哎，妮子，冰冰，你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我送你们。好啊。我们一会儿还要去买东西，哎，就一块走吧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对，要不送你们了啊？走了啊。走吧。不是逛街吗？走吧。没事儿，没王子，我还是公主。是我哥，是不是？戴总。哎，经理。这个是张总的女朋友吧？真是郎才女貌啊！误会了，
好朋友蒙妮。啊，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你们二位看看吧，这些都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家政服务员了，他们各有所长。哎，只要张总和孟小姐提出你们的要求，我们就会根据你们的要求呢，给你们推荐一些合适的人选。其实呢，我们也没什么要求，就做饭好吃一点就行。哎，有的，有的。王导，哎，我们服装少一套。啊？不会吧？我都叮嘱过多少遍了，每天拍完戏，服装立刻归还，一分钟都不许脱。我们数了很多遍了，的确是少了一身。少了身什么样的？国军的军官服。军官？今天我们不是临时甩了一场戏吗？我们都是挤车回来的。会不会是谁把衣服丢那儿了啊？应该不会吧。王导，哎，王导，我们这少了一个引爆器呀，群演那边谁没还呢？啊？你们俩等一下啊，我打电话。怎么搞的？这些个人素质太差，少套衣服怎么办嘛？嗨，真是。喂，刘志明在吗？不在。妈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着？你俩也甭寻思了，就是那个刘一鸣。哎呦啊，刘一鸣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哎呦啊！哎呦喂，你这我的这王导，这坏了，这算谁的呀？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东西我这不是你的衣服是吧？姓高，你实在是高啊！是。赶紧把它给我脱下来。您等一下成吗？我都为国捐躯了，难道您让我裸奔不成吗？行行行，我今晚是别想睡觉了。你看看这身衣服，麻烦您回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再把服装给我换回来，好吧？谢谢了。别太晚了。刘一鸣啊，我说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哪儿都没去，我一直躺在地上。那收工了，大家都走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睡着了，不是说还有一场戏吗？怎么说走就走，就拿我当死人看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当时临时收工，现场乱哄哄的，我把你给忘了。得得得，这也算我工作失误啊！我说下午发阵亡红包的时候怎么多了一张？来来来，塞上塞上啊！对住对住对住啊！还没吃呢吧？这面你拿回去吃，热乎乎的啊！赶紧洗个热水澡，把衣服给他还了。明儿早上5点呀，又该开工了啊！明儿爱谁开工谁开工。哥们儿，我杀青了。小心他们，小心他们，小心他们，小心他们。哎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不都说了别等我了吗？哎呀，就只可能说吧，一定要等你一块来吃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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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吃凉了，真好。哎，好。喂，一鸣哥，你一天都去哪儿了也不接电话？我们剧组啊，今天在山里拍，没信号。今儿下了一个倾盆大雨，把剧组全给撂现场。我们先吃吧，他这电话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了。吃吃吃啊，别理他。放心吧，没交着。剧组不有车吗？哎，这回我们组里条件特别好，我自己呢住一个单间，然后还有一辆自己的车，车接车送，特别好。哎，志恒也在啊。我现在正准备吃饭呢。下午啊，张志恒带我去家政公司找个阿姨。我不是要去北京找你吗？那肯定得有个人照顾我爸呀。这小子，帮我谢谢他。啊，张志恒，一鸣哥让我谢谢你，说你小子想得真细心。你告诉那小子啊，别跟我假惺惺的。他说啊，别让你跟他假惺惺。这时光如水啊，岁月如梭啊，一转眼你看妮妮啊海大就要毕业了。4年前我记得她哭着喊着说非国戏不念呢、啊、这想想好像是昨天的事啊，真快时间。我妈妈也经常这么说。哎，其实做父母的到最后啊都会屈服儿女们的那种愿望啊感情的、啊、也挺好。只要妮妮她幸福快乐就行了。再过一个月她就要去北京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呢。孟兄，
现在呢，很多人都想去北京发展，北京呢也确实是一个可以成就梦想的地方。是啊，大城市嘛，机会多。明哥，你现在可得听好了啊！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今天的独白受到了我们导演丁岩老师严重的表扬。要不我给你朗诵两句？好。听啥？既然，哎，你等会儿啊。这样听得见吗？那我这样朗诵了啊。这似乎是一条命运的定律，相爱的人都要受到折磨，那就让我们学会忍耐吧。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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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台词的处理啊，相当的凑合。啊？生气了？我逗你呢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戒骄戒躁，谦虚使人进步，嘚瑟使人落后。行了，你们吃饭吧。那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吃的盒饭。又是盒饭呀？盒饭有什么好吃的？是，这一次我们组啊对我特别照顾，给我提前杀青了。明天就要离组了，我还以为你还得拍几天呢。我跟我志恒兄说两句。你要找他呀？你等等啊。你好。刘一鸣，你小子可真够朋友啊，一点都不重色轻友。臭小子，最近拍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这回这个角色挺喜欢的，而且挺出彩，戏也挺多。对了，莫叔和妮儿，谢谢你帮我照顾。等哥们儿回去了，好好感谢你。行了，你们吃吧，我就不跟妮儿说了。帮我给孟叔带个好。好，好，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。谢了，兄弟。挂了。好嘞，拜拜。我还没说完，你怎么就挂了呢？开心啊，开心。那他跟我说什么没有？他没有。什么都没说。哎，你看你，快吃饭吧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涨了。涨了多少？八分。还有多少解套？1.2。没事，大盘行情好。赶紧把你这些破牛仔裤都给我卖了啊。不着急，慢慢卖。股票被套了，你告诉我慢慢解；淘宝我，你告诉我慢慢卖。去年你进了80条牛仔，到现在还剩55条。告诉我你赚了赔了。哎，阿姨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快辛苦辛苦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一鸣哥回来了。你好。哟，大明星回来了。上班。啊。师傅，哎，一鸣回来了，哎，欢迎你啊，哎，哎，对了对了，我们家那个修好了没啊？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你回去看看吧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一鸣回来了，一鸣。哎，兄弟，来了，改天请喝酒啊。来。谁啊？啊，我呀，刘儿。
孙叔啊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这趟出去时间不短呐。是啊，哎，孙叔，好，我给您倒点水啊。跟你电话也联系不上。哦，喂，我不拍戏吗？今儿刚回来。哦。哎呀，刘啊，咱们那个住房合同到月底就到期了。我知道，孙叔，这房子呢，住着还挺有感情，不错。那个到月底咱们得签个续约合同。哦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刘啊，我觉得咱们到期以后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想把这房子啊收回来。整体节奏不要再拖，啊。第二，一定要在规定情景中真实的交流与适应。第三，语言一定要清晰准确，有感而发。好吧，那就请同学们候场。好吧，准备开始。好，各部门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准备开始了。B108，查水表了啊！谁呀？公安局查房，开门。事儿吧你？B108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去拿个水管子接到你窗户里，给你来个水漫金扇。开不开门？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哎呦我去！知道发啦，开门啦！哟，叫你不用管开门，干嘛？几点了还睡觉？起来了，太阳不晒屁股了。刘一鸣，哎呦我去！你干嘛呀你？你说我干嘛呀？打你电话也不接，你电话呢？充电呢。哎，你说你充个电就充电，你关什么机呀？哎，别碰我电话。什么别碰你电话？本来有个组要找演员的。给你狂打电话你不接，好，活飞了。飞了你还说什么呀？你看看你，你好意思吗？啊，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呀？看看，拜托你以后是死是活给个声儿，行吗？行。有水吗？我老妈找我。得了，嗯。喂，来吗？喂，等一下，老妈。哎，喂，听到了吗？哎呦，儿子，你总算给妈来电话了，妈都快想死你了。还行，在剧组啊，好吃好喝的，车接车送，条件特别好。还有啊，我这不刚拍戏回来吗？在北京，家里边空调吹着，那小风舒服。放心吧，妈。那也不如我们的海州好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。哎，这钱够不够啊？够啊，妈，你这么你想。我现在拍一集戏的钱，顶你和我爸你们俩赚一个月的工资。我现在攒了很多钱，放心吧。妈，我这信号不是特别好，然后一会儿出去给你打。我也想你，妈咪。行了，告了啊。没说呢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你说这孩子急啥呀？都多给我说几句话呗。这孩子，我听的话好像是在拍戏呢，是吧？说是拍戏呢。哦，我还想说呢，问他啥时候能回来。那不是我还没说呢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吗？这孩子，你说说，那打个电话还不多说几句？忙。张总，您这是？祝贺三位彩排成功，来，妮儿，送你的。谢谢。哎呀，其实改行了啊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还有呢，来，哎，
每个人都有啊。每个人一束五。还有群众演员的份儿，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带你们去吃饭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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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喂，一鸣哥，我们今天就开始连排了，张志航，他今天去送了我们一人一束花，还请我们吃大餐。你等等啊，吃饭。一鸣，张志航，我说你总这么请我老婆吃饭吗？我真没钱花你。我从第一天认识你啊，我就猜到了，我和你啊，充其量就是个穷交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刘一鸣穷一时，但绝对不会穷一世。不是你小子挺会怂我的，哎，让我们家妮儿接电话吧。好，你们两个继续热线啊。一鸣哥，爸爸，侄子，郭海，我出去看看菜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挂了啊。差距呀，人家父母打电话都是嘘寒问暖，我妈一给我打电话，什么时候当明星啊？什么时候大红大紫？什么时候赚大钱？媳妇儿，你这么跟你妈说，你就说啊，这个世界上呢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走一条路的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，要活出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 feel， 你知道吗？媳妇儿，你跟我一块回老家，虽然说地方是小了点，但咱家有关系啊，搞不好真能进电视台的，真的。哼，跟你回老家，我还不如回我自己老家呢，最起码我能当一个小学老师，说不定混几年我还能当小学校长。那我就跟你回老家，去你家。我特别喜欢小孩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天真可爱。哎，你当语文老师，我当体育老师，我天天体育老师，你就只能当一体育老师。我妈花了那么多钱让我学了四年表演，我就回去跟你当一体育老师。媳妇，我明白你想当明星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明星呢不是那么好当的，海州也没机会啊。你还想去北京啊？我跟你在一起顶多也就演一个海盗甲海盗乙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你太逗了，海盗乙海盗甲那是老师让你演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找老师去啊。我心脏疼。哎呦，还学会顶嘴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呢你眼光特别的独到，你知道吗？你选我就选对了。我谁啊？郭海，现在可能不是特别好，但我是潜力股，我有升值的空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行了吧，你还潜力股？你潜力股，你顶多也就是一垃圾股。这话你说的太过，垃什么叫垃圾股啊？什么叫垃圾股？你别跟我说话啊！我，你现在别跟我说话，你别跟我说话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好了啊，嗯，么么么么，拜拜。肉麻死了，跟女朋友打电话，心情大好，胃口大开。哎。找服务员把菜热一下啊！快！您老人家呢，就让服务员慢慢的帮您热菜，我先走了。去把单买了啊！服务员，热菜。老妈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儿子没回来，妈妈怎么睡得着啊？哎呀，哦对了，这一周的工作报告还没交给我呢。你怕我贪污咱家钱啊？这是个好习惯，要坚持下去。我知道，明天啊交给你。儿子，会不会觉得妈妈这样对你要求太严格了？习惯了。那别人家呢都是严父慈母，我们家呢是严母慈父。说什么呢？呀，老爸啊，小子，你的话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我对你
没有严格要求，是不是？别后悔啊！看来我得加把劲了。我可没说，没说，还嘴硬呢。最近呀，看到一篇文章，谈论的是父母教育孩子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完成任务。以前不都说18岁吗？可是这篇文章反驳了这种说法。他说了，父母关注孩子的成长，知道到什么时候吗？30岁呢。啊，你快从你妈妈这儿毕业了。这不是还有那么多年呢吗？不过呢，我就有预感，我觉得我呀，应该是那种在爸妈这儿活到老学到老的人。孩子越来越会说话了啊！我说的可是真话啊！好，你能这么说，我和你妈妈都非常的高兴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别说你了，我们俩都得活到老学到老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把那个书给我。儿子，妈妈又给你选了一本书啊，好好阅读阅读。嗯。名人的成功之路。那我回去看书了。嗯。努力吧，儿子。嗯。好兄弟，我老爸、我妈，还有我们家妮儿，交给你了。明天没戏吗？明儿没戏，明天我们同学聚会。哎，妮儿呢？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呀，这不一门心思的准备毕业之后去北京呢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今天妮儿可差点是把关海和秦兵一起都叫到北京去。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心思才给他们留住啊。好兄弟，哥们谢谢。行了。这两天啊，我会在北京找一个大房子，等你们以后来了可以住我家。好，还是那句话啊，缺钱了跟哥们说一声。好嘞，我挂了啊。那就是我们宿舍，怎么样？哇，刘一鸣回来了。刘一鸣？哦，海交五一考上国立戏剧学院的帅哥。对啊，当年他还同时报考了咱们海大艺术学院，专业还第一名呢。那是我也是报考国立的。你就是刘一鸣？我想考戏剧学院，你愿意教我吗？海大为什么不能念呢？我要去北京。如果说今年你考上了国立戏剧学院，爸没有拒绝你的理由，如同现在你没有拒绝上海大的理由。送你。
说什么呀？今天呢，要是不想上课，就请假。爸帮你打电话给老师啊。哎，爸，你还真打？我没有不想上课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爸，没事，没事啊，上课去。你要是哪儿不舒服，就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好好。那我走了啊。哎。饭今天热热再吃吧。好，哎，小心啊。王宁啊。丁老师。今天的状态怎么不好啊？哦，我今天有点走神了。啊。对不起啊。哎，没关系。得注意力集中啊！再继续努力啊！放心吧，我打扰一下哈，我们那边雾霾准备好了，咱们去看一下就。好，好，好。今儿六号了，是不是想念明哥了？才不是，我是因为我爸。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。该不对、啊，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，而且你是你爸一手带大的，冷不丁要走肯定接受不了。而且老人家到这个年纪都特粘人，你使劲哄他两天就没事了。是这样吗？这可是大八卦，就上次老刘那个组呀，有一哥们儿拍着拍着睡着了，睡着了，最后组里人都收工了呀，他找不到车了，顶着雨啊跑了18里地跑回驻地，人都快疯了。你说呀，哎，不是我在想啊，他到底演什么角色能把自己给演睡着了？哎，这肯定就是个大群众，现在你跑18里地不是群众他是谁？是不是？应该是，估计是。我跟你说，我们那组导演太是孙子了，不把那群众当人看。就大嘴巴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上次不会吧？好像也是这样。给20块一天，20块钱你见过吗？20。一鸣，你们组群众怎么样？哎，我说你们这些人天天不好好拍戏，就知道八卦，一来了就开始八卦。不对，不对，这群众演员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群众演员也是演员，哎，他也应该得到演员的尊重。哎，说的对，哎，说的对，一鸣说的对。但一鸣，你想想。话是这么说，那谁能办得到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你们就谢天谢地吧，都是最高学府出来的，不用遭这个罪。当，稍，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好像咱们不是一个班出来的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人家可可姐能跟你一样吗？人家可可姐可是世家出身。哎，对了，可可，我听说你考上那个什么什么的，哎，一鸣，什么什么研究生来着？制片。哦。什么什么研究生？制片管理研究生。出来就是制片人，出来就管你们的。哎，给科科姐敬茶，以后可得照应着我们。对，上来。先生您好，里边请。大家好。Hello 啊，同志们。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，可惜我们。哎，对的嘛，对的嘛。欢迎您来。好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好，一会儿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。一会儿说话注意点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来晚了，实在是有事儿，实在是有事儿。大千金，苏大帅，哎呀，干嘛呢你们俩？苏大帅，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经纪人金哥，在圈里呢非常有能力，也是很资深的，这都是同班同学，金哥到时候以后多帮忙啊，咱们给金哥让个地儿吧，往那边串一下，来串一下咱们。来，金哥，这个我得给你隆重介绍一下。刘一鸣，然后呢，我们俩是同寝室的好哥们儿，是我们班专业最好的了。有事儿的时候你得多想着点他。然后老刘，这个金哥在圈里基本上没有啥办不到的。然后你们以后没事多联系，然后互相帮忙啊。好说。Hello， 金哥，你好。哎呦，对，这也不能忘，这是咱们大导演何顶天的千金何可可，也有同班同学。金哥你好，初次见面，以后还要多多关照。幸会，幸会。爸。
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你要的咖啡，谢谢啊。另外跟你汇报一下，今天下午大概3点钟的样子有一个会要。莫妮，现在吗？没问题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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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见。好嘞，我出去一下，有事找我电话啊。可是今天好像打电话。哎，我记得啊，在咱们班以前，真正的男一号是我们刘哥，是吧？我们这帮人那都是跑龙套的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跑龙套或者不龙套。他原来也是给我跑龙套的，但是人家现在混得怎么样啊？上学的时候你专业可整一比他好，生台形表哪样比他差了？对对对，您说的对。哎，我打了，来，敬一杯，行哥，来，这不对呀、啊！你看你罚酒，你怎么还得赚一个呢？自己喝。来，我敬哥，我，喝点茶，喝点茶。咱兄弟俩喝一杯啊，上下铺。你现在混得好，咱同学们都为你开心。嗯，加油啊！好，干了！哎，慢着，各位同学，你们这个同学聚会啊，这个氛围太热烈了。就是不巧，我们家显赫呢，一会儿还要和导演见面，签份合同。这样，你们好好的喝，好好聊啊。显赫，我们就先撤了。哎，走，下次。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同学聚会，你给我靠边站！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！Yeah.